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6月14号星期五。今天这个天气啊，总算是到了日本感受到那个夏天要来的感觉哦。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年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种一直往后顺延的感觉，包括是从樱花的季节就顺延，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哦，以往来讲东京大概会在六月的第一周第二周就会开始进入梅雨季节，但是今天已经六月十四号了，等于已经到了六月中了，但是梅雨季节好像还没有要开始的意思，对，应该是还没有要开始的意思哦，所以呢不知道耶，好像可能会到六月下旬才开始，然后暑假马上又要到了，对，好啦，这个祝福大家，如果来玩的时候不要碰到下大雨但是这个传统淡季快结束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呢蛮特别的，我们跟完美型 Amazing 的 Tsuki Tsuki 一起合作做这一集节目。其实在日本在疫情复苏之后，就是有各式各样饭店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贵啊，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便宜一点哦。日本自己呢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住宿的活动或是方案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个，对，跟大家介绍这一个其实还不错，因为为了要跟大家介绍，所以呢完美型他就给我去免费住宿一个，哇，我真的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饭店。其实不管是这一次的完美型 Tsuki Tsuki 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如果你用得到会觉得很划算之外呢，我这一次啊去体验的这一个饭店啊，我真的很想要真心推荐给所有一直在问我说亲子来玩我要去河口附近我应该要住哪里，我真的觉得这一次我去试住到这个饭店真的太适合介绍给大家了。好啦，今天呢我跟东京饭店通的店通一起来聊一下这一次的完美型 Tsuki Tsuki 方案，你如果要去入住这种很特别的东极度假饭店，只要大概六折左右就可以住到，真的相当划算。就欢迎东京饭店通的店通。嗨，大家好，我是店通。这一次我那个东极的吃鸡吃鸡，就是我们一起在那边挑饭店，对，然后去住。对，你觉得这挑饭店好玩吗？超好玩的。超好玩吗？住饭店的过程不就是在挑饭店的过程是最好玩的吗？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跟完美型的吃鸡吃鸡的这一个特别的方案合作，所以呢就是我其实跟店通呢各挑了饭店，然后去试试看说到底他的这一个划不划算，然后怎么挑比较好。所以其实呢今天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跟店通其实都已经住回来了。对，我今天才刚退房。你才刚退房？对，刚退房就住，我们应该都是上个礼拜吧，就这个周末对去住的哦。所以我觉得待会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超划算，我住的超划算啊。我住的应该有至少有六折到七折耶。哦，真的吗？对，我觉得很划算。对，因为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是那个划不划算的问题了，我没有想过在日本有这种饭店你挑了一个超浮夸的，超浮夸！你真的是每一次都会挑一个很浮夸的对，挑了一个超级浮夸。我是应该说那个我很想住很久了，但是从来没有想说我好像真的可以去住住看哦。嗯，对，我们现在今天想要聊的这一个完美型的 Tsuki Tsuki 呢，其实它这个方案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方案，它是一个月，然后你可以选择住两晚、三晚、四晚、五晚。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月可以挑两晚三晚四晚五晚呢，现在的这个特别方案其实它也不是订阅制，就是你买了之后然后你一个月你看你可以住几晚，就是一个月看你是要买两晚三晚四晚五晚，你是一次买断它的感觉吗？对，买断它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次都是买断两晚了。对，我们各买断了两晚各买断了两晚。所以买断两晚的意思就是说，像如果今天是5月28号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买了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的任何一天开始，然后你接下来30天要把它住掉，是这种概念吗？对对，就是你买，你在5月28号购买，你一定要在6月28号开始第一个晚上的意思吗？对，第一个晚上的意思。对，一个月之内你要开始使用它。对，所以如果两晚的话呢，比方说你就可以，比方说6月20号
然后呢你去住，对，然后6月20号住，然后6月21号也住，你如果这两晚都住了的话，就是这两晚只要35000块，对，因为它是固定价格这样，对，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分开住，就是你可以6月20号住，然后再来就是可能7月10号再住另外一晚也可以，对对，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呢我跟电通两个人开始在那边算数学的问题每次都是数学问题都数学问题，因为两个晚上35000块，我脑中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挑到一个17500块钱以上一晚的饭店，这样才划算嘛。对啊，等于一个晚上17500，所以你如果这个饭店用现金订只要是超过17500，你就是有划算，有划算， 对， 对，我非常非常努力的去找，我找了一个大概快40000块的，40000日币吗而且又是周末去，所以你说40000日币，可是你等于只有花了17500，对，就花17500，等于是半价以下，大概差不多4折左右。天哪，不愧是研究生，没有就硬 找，而且这一次完美行的这一个方案，它是礼拜六、礼拜天也可以订的。哦，对，价格也特别高，周末可以订真的是会很觉得帮助很大，帮助很大。对，对，因为你知道日本的方案周末是不能订的，只有完美行这一次的这个方案，就是针对外国人的这一个方案是周末也可以订的。所以我就想说，既然周末可以订，那我当然订周末啊。真的，因为价差是最大的，价差最大的。对，所以我这次就挑了这一个饭店去住，然后我想说，我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这一次挑的饭店好了。好啊。对，你是住哪一间饭店呢、啊？最后我是住东急二子玉川卓越饭店。二子玉川卓越饭店，二子玉川是在那个东急线，像大家可能对二子玉川会想那是哪里这样子，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离涩谷就是10几分钟的地方。然后是日本现在最受欢迎的高级住宅区，那边很厉害，那边那个鸟屋，鸟屋书店吗？鸟屋电器行，对对对对，那个鸟屋电器行很厉害。对，在开幕的时候造成很大的话题。對，我对这家饭店一直都蛮有兴趣的，因为你知道，就是现在东京都内就是饭店比较贵嘛，然后你可能想要离开一点点，可是其实你去东京又很方便，然后你又能够享受度假感觉的饭店，其实这一家一直都在口袋名单。重点是它有大浴场。哦，对，没有大浴场就不会选啊对，就是它有大浴场，然后我想说有高空风景，高空露台，然后有大浴场，然后房间又蛮宽敞的，就其实还蛮适合去享受一下悠哉的氛围这样子。对，所以你这样住一晚是多少钱？我就是用这个 Tsuki Tsuki 定是等于是一个晚上是17500日币嘛，可是它如果是用现金定的话是25000日币，那差蛮多的。对，而且你是平日去，对不对？平日去，对，就我就有查嘛，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房型要25000日币，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价钱，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用 Tsuki Tsuki 的方案17000日币两个人去 share 的话其实超便宜的，因为它那个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對對對，哦，它是高级饭店，它是蛮高级的饭店，就是每个房间就是有也是至少有20平方米以上，然后所有的房间都是在28楼跟29楼，它是在高楼层这样子。因为我这一次住的饭店跟你是走完全不同路线的。对我这次住的是挑了一个东急的 vacation。你之前有住过吗？我没有住过。你说东急 vacation 那个是应该 for 会员的， for 他们东急自己，有点像是它有点像 timeshare。 对对对，就是你有买它的那个度假会员你才有办法订嘛，对不对？对，像有一些国际连锁饭店他们也都会有那种度假村，就是你一年可以去住一个礼拜。我查了一下那一个东急的 vacation 好像也是那种可以一年你好像可以去住一个礼拜，就是你去 share 这样子。对， timeshare 这样。我之前啊我有去住过海外的 timeshare， 但是日本的 timeshare 我第一次住。所以我非常好奇哦，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去旅行的时候有住过夏威夷的那种 timeshare，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什么两房一厅、三房一厅，超大，然后所有设备都有，然后碗盘什么那些都有，可以在房间开 party 这样子，就是可以那种4-5个人一起出去 share， 就很棒。大家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很棒，所以我这就想说，哎，原来日本也有这种东西，而且是东急的，我就无论如何一定要来试试看。而且我挑的这一间呢，它就在箱根。所以箱根的好处就是呢，其实你硬是要坐车也能到。对，你就这样子先过去，然后上去，然后再下来，就是能到的。但我是开车去了。箱根很棒，就是
如果说你是要两天一夜的从东京出发的小旅行的话，去箱根就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所以这间饭店呢，我住了之后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因为这间饭店呢，我觉得就算它没有特价都很值得推荐。我先讲我订的价钱好了，因为我是买两晚方案的嘛，所以两晚方案的话呢，一晚是17500嘛。对。但是我有查了一下，当天如果要实际付钱去住的话，大概是4万块左右。所以那个价差超大，价差超级大。嗯、然后那间饭店是这样子的，我看到他订房的时候，他最多可以住到6个人。但是你知道，Tsukiki在饭单上面写最多可2人入住，我还想说，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但我也没有住那么多人，嗯、我就说。嗯，你在上面写可以6个人是可以的吗？嗯、他说可以。哦，是可以。Tsukiki 一定也是可以住6个人。也是可以住6个人、哦、但是他这个饭店在 Tsukiki 的方案里面是要另外再加6000块的。哦，另外付费。对，所以等于说原本17500再加6000，等于是23500。哦。但这个房间其实当天我查房价是要4万多块这样。嗯。然后他最特别就是他可以住6个人吗？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我的心得就是我好像到了谁家。大到不行吗？它很大，而且它那个格局就是一般人家家的格局啊。嗯嗯嗯，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长廊，然后旁边有一间房间，然后有厕所在旁边、嗯、然后经过走廊之后走到最里面就是一个大客厅，再加和室。你们家是不是也是长这样？对对对，就是来去日本人家住一晚的感觉吗？对，因为日本人家都长这个样子。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饭店就是等于说它有一个房间，那房间里面就放了2张单人床，但 semi double 啦、嗯、比单人床稍微再大一点点、嗯、然后合适的地方呢，那个榻榻米，然后榻榻米呢你是可以铺4张床的。哇，小朋友会疯掉、嗯、小朋友会疯掉小朋友会疯掉。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在想说23000块钱6个人那种家庭去应该超级开心，很划算、欸、很划算、嗯、然后他房间里面没有 view， 但是房间是2片很大的落地窗、嗯、然后落地窗看出去呢就是整片绿，那也叫做有 view 吧，你还说人家没 view， 没有 view 啊，绿色给你绿色的风景，你还说人家没有 view。 哦对啦，就是你看不远，它是有 view 的，你看不远就是在看一整片绿色。对，然后我有发现里面其实几棵树都是枫叶。哦，那秋天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枫叶第一排，枫叶景第一排。对，但这个饭店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是呢，严格来讲它不算饭店。嗯嗯，它没有吃早餐的地方。哦，他甚至柜台呢、嗯、是10点，好像晚上10点之后就没有人了。哇，所以真的是很像是去人家家住一晚，很像去人家家，就管理员会下班，比较像民宿之类的这样子。对，嗯嗯嗯，对。然后整栋的人可能是在那边住一个礼拜的嘛，然后我是只住一天嘛。嗯，然后他唯一的公共设施就是有一个露天温泉。哦，那有温泉也很棒哎、欸，很棒。对啊，而且那边也有一棵小小的枫叶。你说温泉又有枫叶，又有枫叶，对，所以我等于第一次体验所谓的 time share。 那我刚刚有聊到说，像我去住的这一间呢，它本身就是没有任何服务嘛，它也没早餐嘛，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厨房设备。嗯，房间里面，房间里面、哦、就是它，因为我住的等于是2房2厅。嗯，它有一个大的房间，然后有一个和室房，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客厅，真的蛮大的客厅，因为整个家好像是77平方米，然后超大，很大，77平方米，台坪是大概有20几，对，20几平，哇，而且是室内面积20几平、嗯嗯，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厨房，然后厨房里面就是很完整，嗯、就是洗碗机啦，然后碗盘啦、啊、然后洗衣机也有，所以就是一个我真的觉得以前每次有人问我说亲子、嗯、要住什么样的饭店，我现在觉得这个可以去住住看。嗯，真的就是很适合全家出去旅行。对，然后那个阿公阿妈也一起这样子，阿公阿妈一起、欸、对，这样就刚好6个人，对啊对啊对啊，就是3代同堂，或是什么2对情侣去住，我觉得也蛮适合。对、啊、或是一群朋友 share 也很棒这种。对、嗯、因为我查了一下，好像很多女生会去那边办女子会。哦，对啊，开 party， 日本女生很喜欢去外面饭店开女子会。所以这就是，反正大家就听到，就是我跟店同都挑了，真的很划算的，我觉得算相当划算了。对啊，因为你住的是接近4折，是不是？因为我还要再加6000块、哦，加6000，所以这样总23000，差不多对折左右。对折，对。然后我这次挑了2家饭店，就一家是接近6折、哦，我就是下礼拜还要去住一个京都的饭店，接近6折。然后昨天住的这个二子玉川的话，它是
七折。OK OK， 我觉得超划算。因为重点是你是你可以先看到它的有没有空房，对，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说诶他有空房，然后你确定他有空房之后，然后你再去查说诶这家饭店现在现金是多少，那你只要确定说他比现金便宜，你就可以马上毫不犹豫的去买这个 Tsuki Tsuki 的方案、完美型的这个 Tsuki Tsuki 的方案。那我觉得诶这个几乎零风险啊，因为你就是已经几乎零风险，对，因为你已经确定你要去住了，然后就又确定说他有空房，而且他就是也是可以说，如果说你现在订了这间，然后你觉得你改变心意了，你想要取消，你是也可以把它取消再重订，在只要它的有效期限之内都可以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真的卖得很好，真的是要确定有空房再买。对对对，真的要有空房才能买。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是先要先找到你确定你这个时间要来日本，然后你要找到你觉得你想要住的饭店，那你觉得你找到了就是它的就可以买了。就可以买，就可以买。对，對，其实我还蛮好奇一件事，因为我这次看到就是整个 Tsuki Tsuki 有非常多不同的品牌。对对，这个就请专家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么多品牌，我是应该要挑哪一个住？像我是很任性，就直接挑 Vacation。嗯，所以如果就是如果我要推荐的话，我就会说去挑 Vacation。对，度假的那种品牌，因为那个你绝对没住过，我这辈子第一次住那一种。嗯，但是你应该有更多品牌可以。因为这个 Tsuki Tsuki 这个东西，它有日本版跟台湾版嘛。然后日本版其实我从去年就有在关注，因为它就是也是一个像订阅制，然后每个月你付多少钱，然后可以住几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超好笑，就是一开始日本版服务开始的时候，我就抽奖抽到它里面的其中一间，对，就是歌舞伎的那个 Tower 那间饭店。那歌舞伎那间就是它就是非常的贵，它可能要40000日币起跳。嗯，可是你蛮贵的。对，可是你在 Tsuki Tsuki 你或许有机会用17500订到。OK。对，它就是可是要有空房啦，就是空房，因为那种涩谷、新宿这些地方都比较热门一点，所以也不一定有空房。可是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东极的饭店的品牌的分类这样子。像我刚刚讲这个新宿的歌舞伎塔，然后还有在涩谷叫String， 它是一个设计品牌，它会有这些比较特殊的品牌，然后可是它基本上是以有几个连锁品牌在里面。第一个是东极 Stay。东极 Stay， 对，它有一个叫东极 Stay 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是特色就是它都有洗衣机。对，真的讲到东极 Stay，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机耶。对，大家都很喜欢洗衣服。就是如果说你在日本住比较多天，然后或者是你们家就是如果是有带小朋友、小孩比较多，然后有洗衣机这件事情对很多人很方便。我真的常收到很多私讯问说，除了东极 stay 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有洗衣机吗？然后我想说就是东极 stay 没有什么，没有，就是不用，没有别的连锁饭店是有洗衣机的。那我觉得洗衣机最好用的是在冲绳，因为你要一直去游泳。对对对，然后你要一直去游泳，然后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是挑一个要一直去游泳的地方，你要一直洗泳衣那些的，洗衣机很方便，这是东极 stay 的特色。然后再来就是东极 Rei REI 也是东极的商务旅馆品牌。对，它的品牌也是都蛮有特色的。例如横滨的东极 Rei， 它就有一个在lobby 有个很大的大月球，就是很漂亮，它就是很会设计那种感觉。那还有在羽田附近的东极 Rei 的 King Sky那家饭店也是，我到现在都是超推。我想说，如果你要去羽田机场，你要过夜的话，你一定要住，一定要体验那家饭店，因为那家饭店真的是太美了。它就是一个超级工业风，然后又有大浴场，一个很适合度假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东极，基本上他们会做的饭店品质都不会很差。对啊，那还有我接下来要去住的，我也很期待，它是京都的东山东极饭店。对，那京都呢有三家旧小学改建的设计旅馆，它是其中一家。那这三家的价位都蛮高的，就是这个旧小学的改建的旅馆在京都现在算是蛮热门的话题。对，他们把那种以前的建筑物再用新的方式呈现。那这个京都东山东极饭店呢，它用现金订是
28,000日币。哦，对，那其实不便宜耶。对啊，蛮贵的。然后我用这个 Tsuki Tsuki 是17,500。17,500。对，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接近6折的价钱。其实蛮便宜的。所以其实这些品牌如果真的要挑的话，就是如果是市区比较便宜，可能就是东极 Stay。 对，可是东极 Stay 你要看一下价钱，因为有可能会更便宜。对，有可能会低于17,500。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使用方式，我还是会挑一些特色饭店。我觉得就像这个京都的小学的饭店啊，或者是至少住在卓越吧，像二子玉川，卓越也是，也是它也是要25,000日币。对啊，那东极 Stay 跟东极瑞的话，它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如果在东京周末房价特高的时候，那你如果找得到就是东极 Stay 或东极瑞17,500，其实也有时候你在东京随便一下周末都会超过20,000。应该是现在都好贵哦。对对对，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避险的方式。是，重点是你要找得到你住的，你想要住的那天刚好它有适合的房间。对，那这个方案就非常值得买。 OK， 对对，所以我觉得反正这一次非常谢谢那个完美行给我们去免费住宿一下我们才有这一集，要不然就没有这一集了齁。然后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一个完美行的这一个活动齁，这个 Tsuki Tsuki 我会把它的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齁。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因为这一集上的时候应该是六月，接下来就是暑假了，所以如果暑假你要来日本玩的话，你的时间点如果刚刚好可以落在，因为它是说你购买开始是算一个月之内你必须要启动，然后启动之后呢一个月之内你要住完，也就是说这个假设，因为它最后一天是卖到7月31号嘛，以后就不卖了，以后会不会卖还不知道啦。所以假设说比方说你现在有一个7月15号要去住一晚，然后你刚好是一趟旅行，然后15、16、17、18想要住个4晚，那你可能就可以考虑4晚的方案。但是你这4晚呢，你就要稍微算一下时间，就是说你到底什么时间买你可以订到那4晚。然后拜托大家你一定要先去查真的有房再买，真的有房再买。因为如果说你已经买了，然后你到了现场，就是说你时间到了要去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订不到房，那你等于就白买了。所以一定要确认说那个时候真的有房，然后你再去买。然后呢这边有分日文版跟中文版哦。那这一次呢完美行跟我们体验的是中文版，那中文版的好处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也能订，我觉得对于观光客来讲是非常好用啦，因为毕竟你出来玩你还要去避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完美行 Tsuki Tsuki 这个方案非常简单，就是有房就可以买，有房就可以买然后它就是要够便宜啦。对，就是说它今天是，我觉得讲一下步骤好了，就是你要先加入他免费会员。对，你加入他免费会员的时候是不用付任何钱的，然后你只要加入免费会员，你就可以开始看得到他有没有房，你要的饭店有没有房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确定你要的饭店有房，然后你要的饭店有房的那天又比你用现金订便宜，那就买吧。对，真的就买，就是这样。那如果说你加入免费会员然后看到你要订的那天他没有房，或者是他比你现金贵，那就不要买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然后我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确认要不要买这件事情。对，因为你知道房价都在变动，然后房间的有房跟没房这件事情是随时变动的，所以就是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后天大后天就要住房了，你可以马上上那个仔细仔细看说那他有房吗这样子，那他有房又划算，那就可以马上买，因为他马上买马上可以订马上可以用这样。 对，然后我这次去住二子玉川，我觉得比较惊喜的是他竟然可以延后退房。我可以延后退房吗？对，他12点 check out。 哦，他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优惠在这里？对，他有自己的优惠，然后优惠是他可以提前入住，跟像这次我住二子玉川这家，他是2点入住12点退房。哦，那还不错。对，原本是3点入住12点退11点退房嘛。对，然后还有送你一杯饮料，然后那饮料是可以在他的那个餐厅，然后那餐厅就是你知道在30楼，风景超好，然后那一杯饮料就是最便宜要900日币啊。对啊，所以就等于是你就拿了一杯免费的饮料，就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些特点很不错，就是你今天是已经买了一个便宜的住宿券，结果你好像搞得好像你是高阶会员一样这样，就是他不但又便宜，然后又给你一些你知道
比较不一样的优惠，比较不一样的优惠。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通常这种什么台湾限定完美型专卖这种套装啊，通常是说哦，你要持有台湾护照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可是他不是，他写说只要中文版，只要看得懂中文的人都可以用，就是你只要看得懂中文，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优惠。如果大家身边有日本人，也可以推荐他们去买，因为日文版的不能订周末。就是因为日文版的福利我觉得有差欸，对啊，因为日文版限制比较多嘛，那中文版就是已经是一个特殊限制，大家都知道说日本就有很多优惠是只给旅观光客，只给旅客用的。对，那他这个完美型的这个 Tsukitsuki 的方案，它也是针对旅客做出来的特殊方案。对，那这个特殊方案 它的标准又是说你只要会中文都可以用，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住在日本的台湾人也可以用嘛，就觉得非常好。因为对我来讲很有用，因为如果说是日文版的话，虽然日文版好像便宜一点点，但是日文版不能用周末，我觉得这件事情差太多了。对啊，真的差太多了。而且我们今天在聊的是两晚方案的17500，但是如果说你可以住到五晚的话，其实五晚算下来一个晚上才14600。哦，对，又便宜很多，就是等于是随便你随便订个饭店，才14000多的话，等于一个人才7000日币嘛。 对，啊，对不对？这样讲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比你刚刚讲的还要再更简单一点。这就是今年暑假限定的住宿券。对啊。今年暑假如果要来又有房，你就是直接用这个券买的概念。对，贩售到7月31日。对啊，等于今年暑假全部都 cover 在里面了。对，就是如果暑假要来的话，可以看有没有房。今年暑假的住宿券就靠它了。好啊，那我们今天的日本大搜搜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完美型 Tsukitsuki 让我们可以免费出去住饭店。然后我们这一集节目，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们下5星好评，也追踪我们的脸书 IG， 更多的完美型的资讯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喽，拜拜，拜拜。